哎呀，终于铺好了。要不这些女生的鞋是谁的？哎，你哪位？你不是小偷吧？我不是小偷，我新来的租客。房东姓洪。我一直住这儿的。你一直住这儿？你怎么可能住这儿呢？这是怎么又有个床？我以为是个男的。怎么可能？我交了钱了，你跟房东沟通吧。什么情况啊？烦死了！你看，我没有骗你吧？你住这可以，但我们约法三章。什么约法三章啊？第一，你不准来我这边。然后呢？第二，你不准带你朋友过来。第三，我的鞋子放在那里，你也不准动。行。现在，请你回你的房间里换衣服。切，你以为谁想看呢？我去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身上怎么不穿衣服啊？我在我自己房间，我穿不穿衣服怎么了？谁让你不敲门的？我要进去换鞋子，你赶紧把衣服给我穿上，别在这玩裸聊。Later， 去吧。哎，我说你能不能把你鞋架搬出去啊？昨天晚上睡觉给我熏死了。不爱住就别住，不爱住搬出去。我凭什么搬出去啊？我自己花钱租的，为什么要搬？行，你不搬是吧？那我天天裸睡，你不介意的话，你就进来换鞋吧。你死变态！你这拿什么？这袜子你洗不洗啊？不洗。不要来我这边，退回去。你我爱来，真是。我实在是受不了了，这味道也太酸了吧，怎么能有这种味儿啊？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。你睡得倒挺舒服，行，让你也闻一闻。自己被自己熏醒了吧？你有病吧？谁让你不搬走的？你搬你我搬走，你说一声不就行了吗？就服了你了。现在搬不搬？搬。行，起来搬吧。你早搬不就行了吗？这下行了吧？行。赶紧回去，才6点半，我都困死了。你以为我不困啊？我都被熏死了。把我灯关上。哎，终于能睡个好觉了。